在做什么？我在玩游戏。在玩吗？十年前，然后朋友写下各自的愿望，把它埋在这里，约定好十年后的今天要把它挖出来，可是它死了。然后就剩我一个人把这些东西挖出来，让它实现它的愿望。你要帮我挖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找比较好挖一点东西给我。OK， 去帮你看看。Thank you.